当兵当久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啊，当兵当久会怎样？还要变烂？你不是说就很无聊而已？就无聊，就没干嘛、啊。我精神病住两个礼拜出来，我也没变怎样、啊。真的、欸，两个礼拜出来还不是现在还不是这样？有没有认出来？没有啊，我们里面根本没什么人在用电脑游戏的，然后都那种才会被认出来吧？要那种打过职业的才会被认出来吧？那种好像也不太认得。可能讲你的名字，他们都不太知道了。对啊，你要说超富的是谁，他都不知道。对啊，那要怎么沟？要怎么讲？妈，超富的都不知道，那就啊，那、啊、你可以跟他说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网络上有一个他的跳舞影片，他很希望可以破万点，破万赞，叫他们帮你按啊。超自强的，对。哎、欸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班长，每天都在那边看依婷直播。然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班长，好像有在开直播，然后打 low end 的吧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坐康，那认识坐康吧？应该知道吧？哇、哦，那怎么可能会？那一定会知道坐康是谁啊？谁？坐康职业选手哎、欸。对。叫什么？不要讲吧，感觉不好。你怕班长被找出来是不是？他妈的，到时候大家进攻班长，操你妈的！操你妈的！妈的，我在里面不是被他弄死？操你妈的！你们今天搞死我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盗赞班长的影片，你就想来盗赞我影片是不是？没差、啊。你要在家外面搞我，你收价，你不讲我们自己查，查到你就死定。不用这样子。这感觉应该也退去之类的吧，不然怎么会在那边一直看看依婷挺爆哎、欸？你怎么知道他一直看依婷？因为他妈的，我在那边他就手机，然后就写荧幕，然后在那边听依婷在那边唱歌啊。有人去依婷台抖内叫修远的班长出来，看你讲，不行，不要你们不要这样，我真的完蛋，真的，去你妈的！你下次那个班长在里面看依婷台的时候，就会有人叫他、欸。不是，没有，他都看 YouTube 的，他都看那个依婷 YouTube 那些剪辑什么的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实况。没差，总有一天会轮到啊！看你，完蛋了，班长的依婷宝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要被抓出来了，完蛋了。我们这边哪次我们修人宝不是让你跟班长认识，让你跟班长再熟一点。拜托，干我们跟班长再好一点、欸。不是，刚刚那个到底谁在那边靠北的？我完全没想到可以这样认清哎、欸。帮你跟班长打好关系之后，你在里面就打过得风生水起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干你们到底是哪里有才？为什么会想出这种认清方式？去你妈的！干哎、欸，还是你下次问班长有没有订阅他、啊？你说谁送他订阅、欸？不是，那你那里面让你过很凉哎、欸！我想说被这，我想要这样讲过了没差、啊。还请你抽烟呢、欸，我连班长姓什么名字都没透露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？妈的，谁知道会被这样看？那你们班长会知道林秀远是谁？没有，他可能不太记得我名字，但你们用偏靠一下，名字可以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人把完整的那个打出来、欸？看你算了，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部队赖要强制改名，要加那个前面的编号。只要看得到我的赖，就不能再赖。